嘢食。耶！我哋近一大步啦，系啊，一半啦，近一大步。大奖啦，我哋系我哋头先卖咗两张飞，两张飞，两张千蚊啊！哇！系啊，如果有听紧嘅话，多谢你啊！感谢感谢感谢，因为我有时我把口系唔识讲，我哋减薪一半咋？系咯，我把口系唔识讲，咁系啦，即系如果买飞嘅话，咁希望你哋就买啦，因为真系感谢，其实真系唔系剩翻好多钟，我想讲，咁我譬如咧呢、這个时候咧，正常咧，如果我哋咧，譬如话 target 咁样嘅话咧，咁我呢个时候我咪要同人讲话，咁样就即系要有跑75K 啊，我唔会咁数嘅，你信我。我好希望我系直接同你讲就系、是，总之就系150K。我好希望系我哋买一张飞15K 啊嘛，跑15个公里啊嘛，咁样。我好希望我哋系直接同你讲，我哋系要跑150K。系跑150K。我唔想数住，譬如话而家45，之后系75咁样，我唔数呢啲嘅。我好希望我哋系能够完成嗰个。但系系啊，而家都净系得一半咋，冇错。我而家只系要五张啫，我而家只系仲要差五张飞。如果你是未买恋爱不是请是去玩飞，或者你买了都可以再买的，如果你犹豫紧，要咁冇唔好买。如果你犹豫紧，或者即系话，如果你即系愿意支持我哋嘅话，系我好希望大家可以喺呢段时间支持埋我啦，顺手咁样咁样咁我认为我再讲一次，我认为我跑150K呢啲嘢系微不足道，我自己知。唔系噶，系一件事嚟噶。唔系我自己知，我自己知嘅，即系我认为比起我哋嘅台前幕后，佢哋而家嘅努力嚟讲嘅话，我认为系好少少。系，我认为好少少。但系如果我能够用。咁呢個咁樣嘅，譬如話150公里咁樣，如果我能夠咁樣，我就能夠 support 到佢哋少少嘅話，我認為絕對係值嘅，值嘅。咁我好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哋。咁支持嘅方法有好多種，譬如買飛咁啊最直接啦。咁如果買咗記住話我知啦。咁跟住然後亦都有方法就係幫我 share 個 post 出去。幫我 share 做 post 出去，多啲人睇到，就算係自己人都好，即係就算係我哋聽眾圍內又好，或者咩都，我都好希望係盡量大家幫手 share 出去。我貼翻個 post 喺，我貼翻個 post 喺呢個咁嘅 chat room， 因為。能夠散佈資訊的能力，即係始終我唔係大亨啦，簡單啲講，我唔係大亨啦，我能夠散佈資訊的能力係相對我係好有限的，如果大家可以幫手嘅話，幫手 share 個 post 出去咁樣，咁呢個亦都係方法之一咁樣。係啊，呢個都係方法之一咁樣。要靠大家支持同埋幫同獎買飛 share 個 post， 因為係啦咁樣，哇！因為咧，我想講即係譬如如果雜文嘅朋友咁樣，如果大家你有聽就發現嘅，或者我哋嘅長時間聽眾啊，咁我當然想動用你嘅能力，我好猶豫㗎，我講到明，我好猶豫嘅，因為我知道我用咗嘅話，我會勇敢啲，我會勇敢啲阿友同埋阿藍，因為其實月尾要跑磅嘅，大家知道係月尾要跑磅，其實剩翻20多日啦，咁啱啱話其實上第四個我都未報，我想講我未報，咁咁阿 Ken 好努力啦，譬如咁樣講。咁但係男都努力啦，友好努力啦，火好努力啦，喬都好努力啦，個個都好努力咁樣。咁我知噶，我知道咁樣，我係會動用咗佢哋一部分力量。咁但係我好希望大家能夠支持我哋，因為我深信佢係一個能夠完成到嘅 target 嚟嘅咁樣。咁佢同埋呢個 show。我是可以很容易就可以告訴你，我深信是一個你來了看你是會滿意的一個表演來的，這樣是的，這樣就靚位的飛1500元，是這樣就如果你們買實體門票的話，也都會有這個這樣的發紙的靚寫真的這個這樣的門票證一張，這樣就可以收藏，因為其實它都是門票證，你到最後都是會有個
嘢換翻張實飛嘅咁樣，咁嗰張所以嗰張靚靚嘅寫真嘅嗰張卡你係可以 keep 嘅咁樣，係啦咁樣，咁所以係啦咁樣，咁啊希望大家多多幫忙啦，光管兄幫手 share post 啦，係啊，光管兄幫手 share post 啦，雖然你俾人 cap 咗圖。你被人 cap 咗圖話你都係想睇大家互打飛機多啲，好笑喎！我覺得呢個真係好啦，好笑。我想講，我講過，你當我用咗少少可能經濟時間。我想講，其實我係唔介意攞炮嘅。再講一次，其實我係唔介意攞炮，但係我意思係喺可以嘅情況之下，我又唔想。我又不想去估我會不會令到時報的牌頭沒那麼漂亮、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這個理解有很多的場面或者有很多即譬如說我們說那些即那個都是 try hard 的一種方法攞炮是不困難的攞炮不困難你只要下定決心而已、你只要下定決心而已落樓下攞炮我現在都可以是不是落樓下攞炮我現在都可以當然夜一點就更加好當然夜一點會好一點是不是但我意思是它不難的但它、我比較 不 prefer 的意思不是過不到個面子的關、不是我的面子我的面子好小事我想說我面子真的好少少，我覺得我不想我個台冇面真係，我唔想我個台冇面，我唔想我唔想我唔想即係我唔想人哋話屌咁要朝報嗰啲人，即係屌冇嘢做就攞炮啦咁樣。我唔想行，我喺我唔去到好 desperate 嘅時候，我好希望我唔使用呢啲用呢種伎倆。係，我希望係譬如唔係，因為我想講，譬如林海頭先就講曬，就係黐線嘅，你做咩 set 150？你做咩要 set 150K 咁多？因為不是你一個跟我說的其實因為是這樣昨天我一回到即是昨天做 TC 我一回到見到台長跟著我就說其實我第一個跟台長說是可不可以幫你頂的那些即是沒得幫你頂那些啊是的是的因為我覺得好即是我一看我覺得哇 85K 會大到點跑啊因為阿火那晚那我們但其實之後我明白的因為1500張票真的即係唔平，即係呢個真係大家支持先，即係先會買飛買1500飛去支持，即係好明顯呢個數係大家真係支持先買嘅。咁所以我覺得1500飛對翻15K，即係一張飛對15K咁，我理解。咁所以就係覺得，總之台長跑我會陪佢跑。跑即系我可能陪唔到咁多，但系我会跑，我会陪一段咯。我意思系，我希望系咯，即系佢咁熱血時報啊嘛，做啲熱血嘅嘢出嚟啦，咁就係咪先？嗰日阿火一聽到就已經話你唔好 set 咁多啦，黐線，你又唔係跑開。唔係，但係我諗翻，我覺得我理解點解你會 set 呢個數咯。唔係，因為我覺得譬如我可以㗎，我可以譬如 set 話我兩個波啊，譬如我可以 set 我話一張飛我就跑1K 啦，咁樣譬如咁樣講係可以㗎，你可以㗎，十張飛係10K 咁樣，10K 係咪好少咧？10K 都唔係好少，係咪先？咁但係譬如喺我個角度，我會覺得10K 要跑好。好快咯，實頭第一件10K，我覺得要跑好快咯。咁但係我覺得佢唔有少少令人炸舌嘅話，就唔刺激嘅，或者佢唔去到係令到你朋友都擔心嘅話咧，佢就就唔叫 challenge 啦，或者咁講，唔叫 challenge 啦。嗰個，所以嗰個係一個好微細，我承認嗰個係一個好微細嘅一個盤啦，我叫做一個盤口啦，咁樣。咁但係係咁樣開嘅盤口啊，大佬知唔知道啊？突然之间攻击我的存在，盘口是这样开，我知道这样讲好像很怪，但是即盘口是这样开，盘口不是开一些人家明知你做到的事，盘口是要开那些刚刚好做不到的事，因为刚好做不到，到你做到那件事才是事情。明白，因為其實每一次火鏈戰都係咁樣嘅，今次火鏈戰，因為其實當然亦都因為個台嘅時數嘅問題，因為我哋嗰啲深夜節目已經填滿曬咁、樣，咁我哋比較唔 prefer 譬如開特別節目啊，嗰陣時好撚多嘅，嗰陣前幾次咁樣，咁但係開盤口
即係開盤樓嘅嘢，咁好多人都問點樣開啊，或者話我想做呢樣，我想做嗰樣，咁一定有啦，咁樣一定有啦。但係係啦，但係開盤樓係即係開盤樓係一定要係有啲嘢係令到人覺得嚇咁樣樣。点解啊？咁样先至好。我系讲真，好紧要。咁系咯，仲争五张，我希望大家无论系帮我 share post 啦，无论系帮我买飞啦，各种嘅支持嘅方法咧，都好希望大家能够出手咁样，因为大家都见到啦，其实好近啦，简单啲讲啦，其实系好近啦。系啊，要喺集文化，同埋我一定要完结之前 sell 到十张嘅千五蚊飞。系啦，同埋我一定要记低佢就系、是。同埋我唯一我一定要記低佢嘅就係、是、我一定要 mark 低我每一日做過，即係我每一日出過嗰個 post。因為其實就唔難嘅，因為其實Nike 嗰個 app 係有記低曬嘅咁樣。咁但係我覺得嗰啲 Facebook link 咧，如果我儲齊咗一套150K 嘅時候咧，我覺得我貼翻出嚟係一件事咯。係。咁我好希望，我好希望大家願意陪我去做呢一件事。咁樣個支持嘅方法好簡單，我哋而家今日嘅目標就係我哋要喺今晚嘅集文化學院完結之前咧，我哋要 sell 到十張呢個戀愛不是請客吃飯，我哋嘅呢個台慶劇嘅呢個門票，佢將會喺11月3日喺夜晚就喺呢個咁樣嘅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沙科舉行咁樣，咁佢將會係一個好精彩嘅一個音樂劇嚟嘅咁樣，咁到時有法子啦，有小夜啦，有呢、這個有晚晴啦，跟住當然啦，有 Anson 啦，有阿 A 啦咁樣，然後咧亦都咧有咧阿朗啦、雙傑啦，同埋呢個咧長笛 King 嘅咁樣，咁佢哋咧就會咧。真係可以話係呢個在歌在舞啦，佢都係咁樣，咁就會又要唱歌啦，咁樣咁又仲唔夠一個月啫，其實係啦，咁其實好快嘅啫，咁樣咁就希望大家咁就會願意支持我哋啦，咁樣希望大家多支持啦，亦都感謝買咗飛嘅觀眾聽眾朋友，因為我見係我數到嘅，係啊，我數到係邊個打邊個，其實我見有聽眾佢話即係可能未必能夠親身出席，但係都買咗。非支持是非常之感謝你，即係非常之感謝大家嘅。多謝多謝，係啦，即係可能有啲聽眾有買完再買咁樣，真係非常之感激你哋嘅支持。唔簡單，係你哋啲支持真係好重要。唔簡單，唔簡單。咁如果大家願意嘅話，亦都希望大家多幫手多多 share 個 post 出去啦。咁樣嗰個亦都係令到個能見度增加嘅方法嚟嘅，因為你唔知係邊個買噶嘛，到最後你到最後你唔知你出 post 跟住然後你幫我 share， 你係唔知佢會唔會打動到人嘅。冇錯。咁但係我好希望大家願意幫手 share 咯，咁樣。係啊，所以大家如果即係可能暫時未能夠買到千五蚊飛，唔緊要，咁樣希望你哋可以 share 台長個 post 啦，台長都貼咗喺 chat room 嗰度，可以多多 share 去唔同嘅 group 或者去你自己嘅 Facebook wall 嗰度，都可以幫到台長個 post 增加呢個曝光率，咁樣令到更加之多人見到呢一件事。係啦。系咯，咁样咁啊，感谢头先卡士帮手出 post 啦，咁样咁呢个都系紧要嘅，咁样系啊，咁样咁就我哋咧，依家咧就咧都哇，讲咗15分钟，系啊，咁样你系都系嗰句就系、是、佢每年我哋会有，即、就、系、是、每年我哋会有大小活动，咁呢两年就比较少啦，因为嗰个所谓嘅春秋二祭唔能够话系好顺利啦，咁样，因为譬如就算啱啱书展咁样都好，嗰、那个书展都同你认识嗰个书展有少少唔同，系啊，系啊，佢未去到好唔同咧，或者佢未去到完全唔系你认识嗰个书展嘅，咁但系大家应该感受到嗰个微微嘅分别啦，即系飘，即系飘逸喺嗰个书展嘅会场嗰。好亂咯，好亂，因為我想講後面個冷氣都幾大嘅，所以而家呢度係啊咁樣，但你唔開熱喎，你唔開熱啊咁樣，咁所以咧就呢條頸巾亦都係好舒服嘅，咁樣大家咧如果有興趣咧，亦都係買，係啊咁樣，因為啊呢條頸巾啦，呢條係印第安風嘅嗰條黑色嗰條頸巾啦，冇錯。呢條黑色，又仲有一條藍色，藍色得翻一啦咁樣，藍色得翻一條啦，黑色啊仲有啲咁樣，咁就呢個咁樣嘅限時優惠價1981
1998的就是啦，我知道那個是真的不是很容易，但是很希望大家願意支持我支持我 OK 支持我很想達成它這樣，那個跑步這樣我一定會努力做了它的這樣。 我想說其實有時真的是咬住一口氣的，是啊，因為你慢了呢你又快不回了。不是我說首先是第一件事是去做這件事，譬如其實認真說，那大家應該知道在16年即是體育救世的時代，是那我是有去的嘛，但是譬如去到選舉完了，那個動力就稍多少少就沒了，都不要計那個，即都不要計那個自己知自己什麼事的那個體能差的那個問題樣。好了，那不要緊，但是我想說是其實如果有個目標，即是告訴你，我想做一件這樣的事的話，那件事是令人感到是很著弱的，其實是很著弱的。有些朋友即譬如是你話俾我聽點樣做，其實呢件事本身係一件好，即譬如呢件事唔係你話俾我聽點做，係我話俾我聽點做啦咁樣。咁但係譬如其實任何時候都可以跑步噶，呢五年中間。咁但係我當然係一次都冇去過啦，係咪先？咁點解啫？就係因為我揾唔到個理由嘛。因為找不到理由，我不覺得自己很不健康，譬如這樣說，當然不能夠叫這樣，也都不能夠叫自己說，好大隻仔啊，不會好像豆那樣一舉起，哇，不能夠大隻那些，但是，能夠，就算是藉口，或者就算是一個理由，就算是一個，譬如說，我們買了飛，那可能他會last很久，可能做完，可能做完呢個不是請人吃飯，甚至可能我諗唔會嘅，但係即係如果以數時間嚟講，我諗唔會嘅。呢個咁樣嘅，如果俾我數嘅話，我覺得應該係會喺《戀愛不是請人吃飯》到呢個咁樣嘅香港愛情嘅公演，即係香港愛情就係12月4日、5日啦。咁我哋今日都有兩款嘅呢個咁嘅實體門票正喺度賣緊啦，咁樣六款啊加埋咁樣，咁咁。我計數的話，我會覺得應該是會在這兩個 show 的、那個、公映的時間的中間完成到這件事，但是當然那個計數的方法就是悲哀我不是很頭which 我深信譬如過多一個星期我就不會是日日的，我覺得一定個計住數嗰個方法一定係譬如係一定係譬如係兩日，我哋買多咗嘢，咁你買到做乜嘢咧？一定係跑兩日咩啊？两张乜嘢啊？两张1500？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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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edit 铺先，紧要紧要。唔系 edit 铺，唔系我要，唔系我要咩啊？出个个啊？出多个啦，梗系出多个啦。咁短时间，唔系啊？咁我 edit 咗，我都可以出个个噶嘛？大家投咗，你快啲出个个啦！唔同噶。唔係，即係呢都會嘅，兩邊都做，出多個唔同嘅，因為你短時間之內由五張變咗七張，同埋1500係唔容易嘅。我哋自己節目，梗係好多謝，多謝支持，感謝，多嘢支持。爭三張啊！我哋感謝，我哋已經買咗七張啦，我哋而家爭三張咋。Strava 係咩嚟？我冇計錯數啊嘛，係我冇計錯數，係。你等我數下啫嘛。係啊，爭三張已經哇！感謝啊，買咗飛嘅朋友，感謝你啱啱買咗兩張飛嘅朋友。你不如喺嗰個，你不如喺嗰個我買咗幾多嘢嗰度咧？加埋嗰個啊，係啊，加埋嗰1000蚊個飛。係啊，我哋可唔可以喺好人經濟賣曬佢啊？得唔得啊？喂，真係可唔可以喺好人經濟賣曬？咁多張飛，不如咁樣啦，不如喺好人經濟賣啦，係咯。哇，心跳加速啊，好開心啊！不如喺好人經濟賣，感謝你哋啊！係咯，趁依家第三節。喺好人再加埋仲有一節嘅嘛，我哋第四節，趁依家如果推埋多三張，我勁我哋。喺好人經濟，感謝我頭先講。差三張啫，差三張啫，差三張啫。希望大家願意支持，希望大家願意支持。唔係，我而家喺度數緊係點樣出個鋪，你等我一陣。係，我同阿豆 sell， 係咯，感謝你哋。我係知道要點樣出，因為我哋知道1500飛其實係唔容易嘅，同埋咁短時間之內賣咗咁多張嘅話，都感謝大家嘅支持。嘢信我，其實我係知道要點樣出嘅，等我一陣。
我覺得我哋，我覺得我哋如果係賣曬十張飛嘅話，我哋係可以清到嗰條數嘅，即係喺呢一個香港愛情之前係可以清到條數嘅。如果我哋每日跑5K，隔日跑嘅話，三十日應該搞得掂嘅。咁即係都係兩個月啦，嚇、啊！今日嗰、那個嗰、那個今日未計咩？今日嗰唔計係嘛？今日嗰個開始計㗎啦咩？今日嗰都未去到五 K 啦。今日嗰個練習啫嘛，係咪啊？今日嗰個計㗎。冇七張，冇七張。你而家寫住，我哋呢段時間買咗四張。我而家呢段時間買咗四張。我哋差幾多張？我哋差。同埋你 set 個 count 我哋係差三張啊嘛，係咪啊？你寫多一句喺度，而家係差三張㗎嘛。唔係啊，我哋寫七啦，不如如果唔係好亂喎、啊。好啊，寫七咯。寫七啦，我哋係爭三張啊嘛。你寫住阿紅，阿紅你喺而家你喺個鐘隔離呢個係啦，吸呢個字落去，跟住然後寫住爭三張。欠三張，係啊，我哋爭三張咋？感謝我哋已經買咗七張，但仲爭三張。我好感謝，我感謝你啊，感謝你哋啊，感謝你哋啊。我知道我唔容易，我知道我唔容易去。台長，你快啲出 post 啦！你我同阿豆 sell 住嘢先啦。好啊，好啊。好啊。謝謝你啊！呢個時候咁開心，我哋哇真係好多謝你，我哋好振奮，係啊！同時間其實我哋做埋緊好多，哎呀真係好想講啊！千五蚊飛係啊，咁即係我哋不如睇下，我哋拎埋嗰個，你等等我陣，我拎埋嗰個換票證俾大家睇。好啊，咁依家咁我講住先啦，咁就感謝大家買飛喎！趁依家咧仲有九分鐘嘅時間，跟住我哋嚟緊仲有第四節嘅，咁就咧依家仲差三張飛啊！依家我哋好人經濟嘅、我哋開冇錯，我哋開開曬車望下換票證啊！真真哇！真真呢個真係非常之靚呢張換票證，應該又係千五蚊嘅換票證啦。其實其他換票證唔講啦，係啊，因為我哋要其實其他換票證都好靚，但係我哋而家主要就係要 sell 呢個千五蚊嘅換票證啊，冇錯。好勁啊！其他換票唔講，唔講啦。唔係，其實講啲好重要嘅，但係因為呢個時間，千五蚊嘅換票證真係即係千五蚊嘅飛真係非常之需要大家嘅支持啦。係啦，咁你見到呢一張飛真係。真係，我可唔可以咁講咧？唔同嘅價格嗰、那個相係唔一樣，而呢一張千五蚊，其實呢個係影得揀張勁噶，真係揀咗張，可唔可以話最勁？千五蚊係特張，等揀張勁，都唔可以話邊一張係最啦，冇錯。但係你見到佢，即係你想，你就咁睇都想像到拍攝嘅時候係嘅辛酸啦，即係或者係。即係你要係要花幾多嘅心思先可以做到呢一個效果，而千五蚊嘅換票證就係會換到呢一張，就係、是、放火嗰、那個，即係有火啦，有火啦，有有火堆啦，跟住有靚靚嘅法子啦，然後仲有佢揸住嘅嗰一卷嗰沓紙啦，嗰沓琴譜都係著火嘅呢一個場面。咁其實聽翻阿朗講咧，係影咗好多嘅。即係呢一個場景嘅相係影咗好多，但你真係要去到揀到啱用嘅相咧，係真係好少。所以其實火，即係我想講嘅就係放火呢一場同埋呢一輯相係唔容易得到嘅。所以 that's why 千五蚊嘅飛係我哋係揀翻呢一輯嘅相去到做一個換票證咯。所以如果大家而家都唔係淨係而家嘅，但係我哋比較急需要就係喺集文化完結之前可以買得曬千五蚊嘅飛，買咗十張嘅千五蚊飛啦，係啦。咁所以係如果你哋買千五蚊飛的話咧，就係、是、可以得到呢一張咁靚嘅換票證啦。係啦，所以非常之需要大家嘅支持，所以希望大家就真係多多支持台前幕後啦，唔係淨係支持台長啦，即係支持台前幕後，知道佢哋非常之辛苦嘅彩排啊、拍攝啊，所以。是很需要大家買飛去支持我們，尤其是千五元的飛。還有我想說的就 是其實今是我相信台上的表演者又或者是台前幕後那麼多位，如果看到整場是坐滿人，尤其是頭位是坐滿那麼多人，坐滿十個人以上的話，是很感動和會很激動的。我現在都覺得有點激動，因為真的很開心看到七張飛這個數字。是啊，我們昨晚還在爭七張飛，但是我們現在已經買了七張了，那我們剩下三張都是非常需要大家的支持和鼓勵，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即其實我們有點貪心，希望可以在好人經濟裡面買得曬這十張飛，但是我相信我們是做到的，因為我相信你們是會支持我們的，所以是啊，真的要靠大家了，幫忙手，麻煩，這樣的，是的。同時呢，
我哋台長係非常之努力咁樣，我去翻嚟打 cam 唔該俾人。台長非常之努力咁樣出 post 啦，咁我同阿豆咧都要努力咁樣 sell 嘢，係啦。咁我哋試下呢件啦。好啊，我哋試下呢件，係咯。呢件係手工製嘅麵包浴衣啊！阿柳冇嬲。呢個係黑貓嚟，誒黑熊 sorry。係啦，呢個係黑熊。誒。我哋可以俾大家睇下熊仔先啦，我哋可以細 cam 望下，真真呢個就係黑熊啦。其實咧係有唔同造型嘅黑熊咯，真真係有呢個釣魚嘅黑熊，真真。真真，其實真真唔應該講咁多次，不過唔緊要。仲有呢一個啦，懶洋洋嘅黑熊啦。其實仲有好多嘅，有個同埋我想講啊，個黑熊真係好 Q 啊，佢戴住嗰頂草帽啊。戴住个顶帽，跟住又披住一块布咁样，跟住又钓鱼啦，又瞓喺度啦，又坐喺度啦，好可爱。好啦，咁我而家着啦，咁翻麻烦阿豆帮我揸 cam。好，呢、這个咧都系有卖紧嘅，其实上一次都卖得几好嘅呢一件。系啦，咁就而家着咗上身啦，就系、是、咁样嘅。呢、這、一个袖咧系好阔嘅，系啦，咁样样个袖啦，跟住但系其实摆落嚟咧系好好睇嘅，即系摆落嚟嗰个袖接位咧。是不那你不會攤開個人的嘛，所以接回來非常之好看啦。跟住呢入面呢是有條帶啦，那你就可以綁返在這個位置，這個位置有另一條帶，那你可以綁返，看看有沒有搞錯先，是我沒有搞錯到綁返個結啦，那令到其實你可以這樣當外套穿啦，可以當外套穿，是啦，就是這樣的。那也都可以穿一個，即是綁回好像一個靚靚浴衣那樣，要去參加那些夏日祭。是啦。貼好像領先。出了新 pose， 出了新 pose。希望大家支持一下，三張。只要有三位朋友，或者有一個朋友買三張，或者有兩，有一個朋友買一張，有一個朋友買兩張，都得。有很多選擇的，沒錯，是的，跟住就由呢度搭翻過去啦。好可惡啊！啲人細粒咗啦，啲人細粒著呢啲衫真係特別好睇嘅。台長你咁樣講，我會好開心嘅。可惡啊！呢條啲係啦，我冇綁錯咧，我冇綁錯到啊。乜嘢啊？冇啊，係咁啦，啱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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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綁得太緊，可以鬆翻少少。緊型啊，細粒啊嘛。你會叫分邊尾波啊？你分邊幾撚細粒似撚先？我條頸就係攬緊，我條頸就係攬緊嗰個 It's Handmade 嘅呢個咁嘅新款嘅新，今次新開賣嘅領巾嚟嘅咁樣。啱啱禮拜五第一次開賣，我哋第二次開賣啦咁樣。係啦，咁就係咁樣嘅。呢個就係著咗嘅，著咗上身啦。其實係點講咧？點講咧？就係、是。我覺得真真真真，唔係阿豆呢個時候唔係講真真嘅時候啊！真係真真啊！等陣睇下先，阿豆如果要講真真嘅話，應該係你而家要遮住個鏡頭，然之後打開就真真咁樣。係咩？即係加完料，真真。真真。我哋係咪要研究啊？就研究幾時講真真？係啦，就係咁樣。跟住呢個其實佢個袖咧係去到，同埋如果各位七分袖啊，呢啲叫九分袖。同埋我係見到嘅，因為我想講，如果各位主持咧，如果各位主持真係幫幫手 share， 同埋各位主持希望唔會嬲我，因為喺度洗鳩你哋個 group。我知嘅，因為咧，我想講其實因為呢幾日咧，其實我哋係不停咁出緊開倉嘅 post 噶嘛。其實我知道自己洗你哋版，洗到有啲 group 咧係洗到乜嘢都冇曬，洗到咧碌到第十八個 post 仲係林海個樣嚟嘅嗰樣。出咗咩？未啊！嚇死我！而家出啦！而家出咯！我哋其實我冇所謂嘅。我哋絕密公開咯，將嗰啲眼袋啊點啊？唔可以咁矛，唔可以攞你哋嚟做，唔可以攞你哋做人質。我唔可以譬如話嗱，賣曬十張飛，跟住然後咧，我就咧將你哋咧影衰咗嗰啲相全部咧貼曬上網。唔係，不過算啦，其實我有好多醜照已經鋪過啦，所以我冇乜所謂。唔可以咁矛，唔係啊，嗰個關係到我哋個台太多人，我影咗太多醜照，我影咗好多好多人。
好多都唔得，咁唔得，咁唔得，咁好多都唔出得。喂，我真系讲真，真系讲真，大家快啲买飞，快啲买飞。我哋只系争三张1500蚊飞，三张1500蚊飞，我哋就达成目标。我哋达成目标，咁我哋等咧呢个咧，我哋唔要等到，我哋唔要等到呢、這个，我哋唔要等到呢、這个，要等到今晚，唔要等到呢个集团科学院系咪先？我哋要就依家过立大台之前，因为你好有经济时段啦、啊。因为你哋唔知，通常咧呢个时间咧，老板就休息紧。系呢个时间咧，老板通常就休息紧嘅。咁所以咧，如果咧你哋而家呢个时候咧，就搞掂佢嘅话咧，佢一醒咗，咦？点解够嘅咁样？咁啊围住，咁啊围住，系咪先？围住系啊，围住。十张飞好少啫，十张飞好少我知，系咪先啦？十张飞好少我知咁样，咁但系但千五其实系有难度，系有啲价钱，千五。但我冇做过啊嘛，呢件事。Okay. 我咪亦都咁讲，亦都咁讲。我希望大家能够透过呢个理解嗰、那个。即係話個台嗰個營運有幾唔容易，嗯，個台或者即係話即係事實上咁多年嚟，其實主要都係老闆跑數啦，即係老闆一個人承擔曬呢啲跑數嘅部分啦，咁樣。我想講嗰件事係非常之唔簡單，我哋賣十張都咁難，係咪先？我賣十張都要花咁多力氣，係咪先？咁然後佢係要一路營運住成個組織、成個台咁樣，嗰件事係幾咁唔簡單咧？我亦都希望大家能夠理解咁樣。我仲爭三張飛咁樣，我希望大家能夠支持咁樣。1500蚊飛呢、這個咧，戀愛不是請。系嘛？11月3日将会喺呢个九展呢个沙河演出嘅我哋嘅呢个今年嘅台庆剧咁样，希望大家会支持我哋咁样。我哋休息一阵，我哋仲有一节，我哋翻嚟继续。节目记得 like、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收睇最强频道，订阅热血时报。